这出门有两三天了，然后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困扰着我，就是吃饭的问题。因为我十几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饭店吃过饭，然后这出来了又是一个人，吃饭特别的不方便。然后现在去找一个饭店去看一下，怎么样点菜，怎么样吃饭适合一个人。找了一家四川的饭店，听朋友他们讲，首都有五六十家中国人开的饭店，都是关于川菜的，还有很多面馆。一个人吃饭特别的不方便，点多了又吃不完，点少了看见这个想吃，看见那个又想吃。今天我点的是一个套餐，就是里面它荤素搭配好的。这个套餐挺不错的，一个米饭，一个青菜，一个回锅肉，一个汤。这个菜一端过来就闻到了四川的味道，特别的香。但这个菜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是什么菜，只知道是青菜，还叫回锅肉，吃起来是特别的香。这个味道跟四川一模一样，这刚过来人生地不熟，偏乎都打不套。然后这个饭店我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这个位置，因为之前有一次跟朋友他们一起，他们带过来这里吃过一次，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味道特别好。然后呢，菜也不用点，反正是想吃个什么肉，你跟老板说，他给你炒肉，炒猪肉，炒牛肉，炒鸡肉，反正荤菜、素菜随便你搭配，非常的可以。这边的街，大街小巷看起来都是一样，很难分辨。我现在留了个心眼，把位置发到我的另外一个和上面去，下次就按照这个位置打过来就可以了。饿，哎呀，吃饱了，但是没吃完，米饭吃的差不多了，青菜还有肉汤，这就吃不完了。我本来一个人的分量就食量就比较少，在家里面就一碗饭，然后平常最多的时间吃两碗饭，太饱了。Hello, hi Smokey, OK。饭后一时间赛过活神仙，刚才问的服务员，这里面可以抽烟，但是在外面很多国家他是不可以抽烟的，在店铺里面啊，在大街上的话，有的地方他都不可以抽烟。以前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，我在马路上面抽烟，那当地人看见了，马上就过来叫我把他灭掉，不要抽。啊，再加杯水。你洗。我刚才没听懂他说的什么，你是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差点就给他打翻掉了。好了，饭也吃饱了，水也喝饱了，准备买单走人。Hello, check the bill. 哎，OK, 你过来拿噻。600啊，600合人民币多少？反正除以19，好像30多块钱吧。这个是多少的？就是500的，对，就是100的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他们都不讲一些中文啊。吃饱喝足，现在往下一个目的地去。下一次更新视频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吃那个当地餐了，尝试一下当地餐怎么样？据他们说，非常的好吃。